Ja, langer. Set of the match. How there was exactly where he wanted to be, and he pulled off some fantastic shots.可是你要以柔克刚，你守不住的话，你就没法克。 顶不住你，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你有本事你打死我。嗯。但是反过来讲，这个朱世赫这么打，我特别担心，就是他容易把自己打乱了。嗯。把手打硬了。嗯。来了。这种。对对对。
对你搓稳了再来啊。漂亮，再来，再来，啊，这个球擦边了，还是要削中反攻。啊，这两。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突然小声喊一句，尽管冒着犯规被裁判罚的危险，中等力量啊，中等力量啊，咬着后槽牙的说一句中等力量，其实就是所谓的中等力量，就是让你过渡一下。不过我们的乒乓球这项运动确实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来支持乒乓球的发展。我觉得这么多年，这位应该叫黄老板还是叫？